谁？谁呢？这个好，谁？啊，看仔细哦。就哦，啊，不意外。不意外，我完全不意外。这个机器好准啊！不意外，完全不意外。谁的屁股最大？大屁股。大屁股是谁？是我。哇，大屁屁，大屁股。这是谁呢？怎么都没有泽平啊？他只有晃，哎、欸，好，发大财又性感呢、欸，又最美，但是好难过，这是连贯关系，就是因为他很 sexy， 然后所以才会发大财。哦，对啊，哇，那最后一招，谁最爱吃西瓜？哦，来看那个抽奖机准不准啊？对啊，看他准不准啊。很准的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吃水果不行啊，果然就爱吃西瓜了。好准哦，好准，超准！哎，团团，嗯，要不要吃？有啊。等一下，分三队哦。好，对，四个人，然后每一队会有一个是被患者。好。每队有一个感觉比较刺激一点。背叛者是十分钟会公布，就是谁是背叛者，然后二十分钟他们就会集结在一起。好，哎，所以这个是背叛者还是找背叛者？不用啊，他会传送，没有，最后二十分钟传送，对，会自己弄在一起这样，会传送。十分钟之后你会知道你跟团团是背叛者，对，那二十分钟你们在一起。请问我可以一刀剁死他吗？没有队友伤害啊，所以你要想办法去捞岩浆去弄烫别人这样子。荣南一这边望眼光望过去，很多岩浆啊，对啊，很多岩都有岩浆啦，地狱都混杂在一起了。不然你就是帮他垂直往下挖，你在挖，一起往下挖，挖你的脚好像脏脏的。那就随机分队，分队，好。红色是蓝团团绿色团团不一定哦，什么不一定哦，自己小心哦，二十分钟后才说哦。好，散散，好了，我哎哎，是不是你啊？泽平，不是吧？一开始就知道了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们有这个 feel 啊。哦，我怨家感觉，对啊。不是啊，感觉你怪怪的。我就算是背叛者，我也会背叛背叛者来投靠你们。啊，你是背叛背叛者？对，背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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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者。那就不怕了，那就不怕了，不怕不怕不怕。那就来看看，确定有多条队。那小心哦，小心挖到肚鱼哦。好，其他都一样的啦，走。哦，这个世界感觉超酷。哎，那中介堡垒会不会有箱子？哎，我不知道升级过后里面东西还在不在，我不知道。哦，那应该没有，那应该没有。哇，喂，我们这旁边超酷的。哦，我不敢跳那个。还有中介堡垒在那里，我想去看看。好，走过去啊。先还是先一点木头啊。嗯。所以我们要十分钟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哦。对对，十分钟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是被患者。不是背叛不要过来！怎么了？谁？杰夫，杰夫棒。所以杰夫棒，哦、那里有杰夫棒，那就代表应该有可能会有。有吗？那我进去喽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会被杰夫打死啊！那个打一下很痛啊，很痛很痛。有不晓得，这真的不知道。有丛林哎、欸，我先做工作台了。丛林有西瓜，你们需要吗？我去摘西瓜给你吃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工作台。对，没有，我是说杰克。什么东西？好啊，杰克，背叛者。我怎么了？你们跑去哪里啊？那边其实很多地洞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你哦。你先放嘛，你一直拿着工作台，你要走去哪？你坐工作台，工作台你坐，然后你就一直跑。没有，杰克有坐啊。我想说你手上拿着，我不知道你要干嘛，我就跟着你走啊。我想说你手上也拿着，我就想跟着你走。哦，反正你们两个。这边下面都有石头啊，可以先做个十字屏。
那打牛。杰克，我们一直垂直往下挖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要垂直往下挖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地没有地板，你们不是说垂直往下吗？啊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垂直？一群骗子！ 我真的难过哎，队友都这样当的啊！我们只是说我要不要，說要我说我要不要帮你垂直往下？这个是疑问句，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肯定句。我们都要 be a man 啊，结果只有我是男的哦。对啊，那你挖到什么了？我挖到窟窿。哇，有人笑得好爽、啊。没关系啊。快砍你哦！不会啊，没关系啊，同队伤害没有开启。我等一下就去捞岩浆，我马上铁，不用做盾牌，捞岩浆，直接烫你。是我。有这里很多牛肉，石头啊，泽平。有啊，再挖啊，给你。我丢电板上。电板。对。电板。对啊。我以前都会在，我以前都会在电板上面写英文的单字。不是电板都会作弊吧？都会直接有吗？所有信誓旦旦，怎么听起来都觉得怪怪的？没有，那是在上国文课的时候可以背，这叫做作弊。原来是背吗？对啊，是背，背在那个电板上了。对啊，然后那刚好那个白色考卷放上去，又整个透过去了。哎、欸，你很懂嘛？那个数学公式，数学公式都出现了。你怎么好像抄的比我还要多？你不看你的啦，你看我的好。你有没有发现我正在看你？所以你是猪吗？不是，我前面有一只猪在看我。哦不，救命！那个是干嘛啦？遇到人啊？遇到人吗？救命！然后就不讲话了，你干嘛？嗯，没受伤。哈基受伤，我爆了。谁？哈基受伤。啊、不然你在救命吗？谁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我。你刚刚说救命啊？没有，我说摸口啦。啊啊！我刚听到是救命哎、欸。对，我刚才听到救命哎、欸。没有讲救命哎、欸。哦。完了，最近等一下哦，不要乱讲话哦。好像是那个时候麦脑。不是关了吗？还没吧？关了吗？早就关了。哦，是哦。没有输了、啊。你那里还开着、啊？哦，我这边还开着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打烊。他不打烊，他没回去啊。我没回去啊。哎，这弟弟有矿吗？等一下、啊，好像没有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没矿、啊。我好奇哦，会突然发现有什么铝矿啊之类的啊。我是看到，刚刚我看到煤炭了、啊。我看到煤炭啊，我也挖到煤炭 啊。我受不了啊。我看到铁啊，我看到铁。哦，那就好了。明明有看到，我跟我们衰嘛？你现在就是拐弯抹角说，我跟泽平衰。哦，对啊，你这样不行哦。我觉得你这样不行。在陆地上有看到铁的吗？在很低、哦，所以我们往下挖就是八七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没有往下挖是对的，往下挖是对的。啊？为什么啊？不是啊，啊我们还是没有铁啊。对啊，这就只是运气差了点、哦，是吗？是啦。那你们现在挖到什么东西啊？我剩半个东西没挖到。煤炭。煤炭。我挖到煤啊！你要不要来？在哪里？很多啊，黑黑的煤。对，不要来了。对、啊，黑黑的煤没错。黑煤，黑煤啊！超深呢、欸，什么都没有。而且这不是空岛吗？不是会更高吗？哦，对啊，现在高度83啊。哦，对啊，GG。我们在现在才到60几耶、欸，基本值哎、欸。拜拜。我已经。挖出洞了啦！挖出洞，我看一下哦，在49，所以50多的时候就要小心咯。嗯，东西啊，我们一块铁都没有哎、欸！啊，你不是说你有看到铁啊？铁呢，杰克？在很远的地表。什么？他在地？那我有看到钻石啊，在很远的地方啊。我去，那不行，我不行。杰克，盾牌。杰克，我要盾牌。杰克，买冰块。买冰块。没有，那天我们在逛夜市。580。580保家金买冰块。买冰块那么贵啊？就缴学费了。缴学费啊，缴挖机啊。杰克是不是说他最近有研究，然后就跟你借钱去夹，然后就都没讲？没有。
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挖爆一个死稿都没有铁啦。我也是啊，我还在挖，我还在挖。为什么其他队都没有反应？他们是都有。要不然你们可以问问看有挖到铁吗？哎、欸，不要，然后到头上有岩浆啊，有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，来硬的嘞，硬的啦，你看他直接用嘴就嘴了啦。哇，哎、欸，杰克，你这样不行。人家都硬邦邦了，我们还在干嘛、啊？运气差哦！你不是有看到啊？那个很难过去拿、啊，我们要被羞辱了啦！那就被羞辱吧。我们还裸体？对啊，可以啦，喜欢裸体。我挖到铁了啦！拜拜哦，拜拜！我要跟你一块铁，拜托你给我。在背叛者之前，我们都是队友。到底是谁？你下来啊！你下来啊！你下来、啊，还没出来啊！一块就好，拜托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做工作，不是工作台啊，熔炉。没问题。哎、啊，你接过。接过。我也做熔炉了。我看到的是你。哇，八块铁！我有得分吗？没有，你是、啊、没有，你就叛徒样，你在那边叛徒。看到铁不挖，你不是叛徒，你是谁？对啊，哇、哦，我叛徒，我叛徒，超中肯的，难得多中肯。对啊，这很重，对啊，你以为把英文笔记抄在电板上面的人怎么会不聪明？哦，OK。感觉我们要一人四块铁，剩下三个铁，我们拿去做那个岩浆桶。对啊，只先应该三个了吧？没有，上面会三个，下面也会三个。好啊，你先拿。喂、哎，你把我的碳都拿走哦。没有，碳都在里面，上下都有。哦哦哦哦哦。哎、欸，我也挖到铁，而且内部居然是有流水的那种矿格。啊，我这样等一下跟繁星都有自保能力哦。哦。哎，其实我头上就岩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可怕、啊。我看岩浆就滴下来啊。我跑了。对这个世界是很畏惧的。哇哦！看到没有，火热的东西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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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铁锹怎么拿、啊？哇！救命哦！为什么？你又怎么了？这莫口又来了吗？哭工！你没有水吗？我没有岩浆。没有岩浆。哇！看在干嘛、啊？队友都在雷。快的！我刚才直接你们在干嘛、啊？完了，再见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？我被你等一下，你等那个结束再死啊！你要当着背叛者死啊！对啊，你不要闹哎、欸！我不你要闹我们死，我们就会变背叛者哎、欸！开玩笑好了。对啊。那如果杰克死掉，是有一堆多人的，会有两个分出去啊？没有，每一队都会有一个啊。啊！如果杰克在现在马上死掉嘞、欸，就一样啊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抽一个啊，不是算看人多的、喔、哦。哇，没有没有，杰克你不要这样哦、喔，杰克你三个是想要当伙伴，你不要在那边乱搞。钻石哎、欸，钻石，你看这里都挖到钻石了，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钻石拿来啊！中了哎、欸！我才刚挖到铁哦，快死翘翘了。晚上了。杰克，谁啊？到底谁啊？谁啊？你哦。谁啊？好好说话哦。就你啊！你在那边问、启动了。谁、啊？下面是谁啊？杰克，你站那么低哦。杰克哦，我觉得杰克很可以哦。会看到是不是？对，看得到明条啊。哇，好恐怖哦！所以第一个有反应的是杰克。哇，就杰克啊！我啦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你了？没事，动而已，对不起。哦，你敢在这么低的地方挖哦？我刚刚哦，刚刚叫就是叫这个吗？对。啊，你怎么没有摔死？我的铁在最底下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泽平，你是可信任的人吗？他不可信任。我没有那个啊，我没有显示。他都会作弊了。我又作弊。对。我作弊，我还上这种大学。作弊大学？哎、欸，小雨要死了。不足而已啊。小雨要死了。作弊也是有天分，因为他挖了钻石，然后他、那個、对啊，有钻石的女人冻死他是不是？哦，那看来他应该是那个哦。泽平的队友是谁啊？我没队友啊。
我说泽平啊，我说你哦，好、啊，你爆了，你爆了，你爆了，我没队友啊，哦、我刚说泽平哦，哇塞，泽平怎么了？我队友是你们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没有写自爆啦，自爆可以先走啦，杰克，我走了，去了吧，去了，小雨是中毒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可是他刚刚两颗星有维持一阵子，哎、欸，对啊，酱油也扣血了，哇，那我一没扣血就吃到两个打起来啊！我你跟我说我这样没扣血，我也没扣血，杰克，睁眼说瞎话，粉团也赚死了我们这一队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在干嘛、啊？好难过，